由台湾学生团队制作的《人生画廊》是一款画风诡异、剧情曲折的互动解谜游戏。故事描述一个本该幸福的双胞胎家庭，在胎儿出生时，一个失去了手臂，一个则只有一只眼睛。父母因此对他们有着严重的差别待遇，并衍生出一系列的悲剧。在每个画面中都藏着大大小小的谜团，玩家必须找到彼此的关联性，移动对应的物件才能够解开谜题。随着关卡的推进，神秘的鱼头鲛也将登场。究竟这看似可爱却又邪恶无比的鱼头鲛会如何影响这个家庭？就留给好奇的你来一探究竟咯。